中央2050净零排碳的这个政策，所以我们积极推动了绿能运具。高雄市是拥有最多公共运输的运具的一个城市，包含了捷运、公车、轻轨、渡轮，还有 U-Bike， 这些公共运具还有共享运具都组合成一个完善的一个公共运输的系统。我们期望大家都可以使用这些公共运具、共享运具来完成你的旅次。以后呢，我们整个低碳旅游一直是未来发展的重点。那在这边也非常谢谢奥斯玛陈总啊，跟还有原执行长这边可以来策办这场记者会。那我相信呢，这场透过这场记者会呢，在座的各位，而且是很多都是饭店业者，那我相信也就是因为你们的参与，可以让这个活动更圆满。那也希望高雄也因为你们，让我们打造不一样的一个低碳的一个城市。